天我们要进入一个题目叫做青少年危机辅导。在人生当中有两个路程上的危机，一是青少年时期，二是中年时期。这两个时期假如能过得好，人生就过得比较好一点。但是青少年的危机是比中年危机更要紧，要去帮助他们的。青少年危机它的特点的表现是什么呢？它的表现就是想要自己成为大人，所以他在寻找自我，他非常需要接受自己跟被接受。所以这时期是好像这一个挣扎要长大这一种时期，所以它的特征就是因为要长大，要被接纳，要被了解，所以呢，它就会有很多的反抗现象出来。所以这是因为它要成为一个成人的阶段，它本身你可以分作生理跟心理两个情况的变化。在生理上它的调整会很多的不同，男孩子他就会有这个脖子的地方吐一块骨头出来，然后呢女孩子就有这个经期的来，使他很惊讶，很难接受自己生理上的变化。所以他的荷尔蒙的调整使他有很大的情绪上的不同，这是父母跟外人比较难了解的。所以你假如能够了解到他有两方面的变化，生理变化，所以他长大要表现起来了，他也喜欢自己的这个骨骼强壮，然后呢比别人高，然后身体看起来很壮，所以就不再是一个小男孩了，也不再是一个乖乖的女孩子了。所以这种生理变化自己他需要很大的调整，难免他有挣扎有冲突这种事情在他里面，所以身体上的变化会使他们呢难接受这个变化，所以比较紧张，他们就会开始想要穿得好看一点吸引人，所以他们喜欢穿名牌的衣服，他们喜欢成为特别的，所以呢有的就染头发染得不像样，然后女孩子穿的衣服父母很难接受，就是因为它里面就是不断在呼喊说我是一个大人了，你们不要带我像小孩。所以呢我们就要了解他生理上的变化，心理上他有很大的挣扎，他是爱父母，但是呢他不愿意都听从父母，因为都听从父母变成他里面不是一个长大的孩子的样子，所以他就会怎么样，要有很多的意见，要反抗，要故意顶嘴，哇，这都是父母最难接受的。父母是在一种冲击当中，你知道吗？他很困难接受这个父母的角色，说奇怪，以前都是乖乖听话的，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这就是父母要了解的。这时期他们无论是在心理生理都有很大变化，他的心理上呢他在寻找我是谁，就是他的 self image 跟他的 self esteem 自我价值跟自我肖像都在他心里面在挣扎，我到底是谁呢？我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跟人拼吗？他们非常在意人有没有接受他，
有没有看得起他们？因为他要成为一个人啊，所以你知道吗？移民的家庭来到美国，假如你的孩子是在初中时期或是高中时期来的，他们的难度就加倍了，他们不容易进入别人已经形成的一个社圈圈。 那特别在美国这一点很严重，互相耻笑，互相排拒。那他们最担忧就是在学校没有朋友，所以他就要去迎合朋友的样子，所以成为被接纳进入他们里面的一个分子。所以当来美国的时候，孩子们在学校一起吃午餐的时候， 你看那个新来的学生是很可怜的，一般20几个学生当中，可能很少有那种自动说要去照顾新来的人，这是美国的风气。那在台湾还好，东南亚是好，哦，都有一点感情啦，在欧洲也是这样，蛮冷淡的。所以西方国家对于这个时期呢，我们要特别的要去了解 成长变化中的青少年，帮助他们在还没有达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就要了解说未来你们会有这个变化，身体会有变化，心理会有变化，你要去接纳这个时期，而不要以反抗来对付。啊，这种时期呢，他的情绪上呢，容易挫折感， 所以很容易 upset、frustrate、挫折感很容易，没有耐心，做事情做不出来，他就不做啦，他就生气了啊、哦，因为他需要成长里面在变化那种耐性、稳定性，他也在寻找自由，为了要自由，他就要反抗啊、哦，所以 很多西方国家的青少年，他们喜欢讲这一句话：“我现在是大人了，我要活我自己的一生，你不要来管我。”他们说 ：“This is my life,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to do。” 这是我的一生，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就产生这种反抗心理出来，因为他们在寻找自我，寻找自由。 而且这个时期很喜欢找刺激，哇，越刺激的他们越好，他们不害怕哦。那父母是很害怕他们受伤啦、危险啦，但他们不害怕哦，喜欢刺激。还有朋友们来的压力很大的，他最怕被朋友拒绝，所以朋友讲的话呢，比父母讲的话更有功效。 他会喜欢去听朋友讲的话，所以人做什么，他就随着做什么。为什么？因为他需要被接纳进入人群里面。假如孤孤单单，他就被欺负啦，他就被嘲笑了。特别是我们移民的子女，都有很严重的这一方面啊。还有他的心理方面感受很敏感，平常讲一句话没感觉什么。 但是青少年时期，有时候会因为一句刺激的话去自杀，所以这个时期是特别敏感的。我们讲话就要小心，对自己他有前途渺茫，没有目标。青少年时期还在寻找，所以他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说我将来要做什么，我应该以这个目标来努力。 他们缺少这一方面的，所以我们了解青少年。我不知道你家有没有青少年，那我知道有一些家长移民家庭，差不多青少年的问题都蛮大的。他很大的不同就是，不同于他10岁左右到10岁，父母都还以为他很乖很听话，很夸奖他。 但11岁到13岁当中，哇，这个时期是最困难的，这时期很困难。
你会看到忽然间他怎么对父母这么没有礼貌，这么拒绝父母，回来不讲话，然后自己活自己的世界，然后来晚上很晚回来去找朋友，他宁愿在朋友家也不愿意回家，这种情况的事情太多太多了，那父母是非常非常伤心的。我都常有这一种家长来找我，他不知道怎么办啊，其实我都很想告诉他们说，你放松一点，你知道这时期的困难，你了解他们本身要成长成为大人的一种挣扎跟困难，还有他们在学校所受的压力是蛮重的，学校很难接受他们，所以了解你的青少年。那通常呢，青少年在这个时期呢，他假如有做几种的准备，他就比较容易过这个时期。哪一种准备呢？就是父母跟儿女当中是建立在这一种轻松的朋友的关系，有话可谈，父母不是以压力，不是以严格的规则来压他们，这样的家庭青少年时期就容易。家庭假如太多规则，到这个时候是会有困难的，因为他们会以为说没话可说了，讲什么父母也不了解，因为父母想要以过去的规则来限定他们，到这种时期不是严格就能行得通的，先有预备，先有准备，先有好的关系，这样就不至于在青少年时期很困难。我看一些特别规则化跟严格的家庭，到青少年时期跟父母的沟通线就断了，当他反抗的时候，父母再压再骂，哇，甚至打，哇，这时期已经就会把这关系完全的破坏掉了。所以他在家庭当中，他承受一些冲突所带来的事情，第一，不被了解的痛苦，他怎么讲父母就是你就是听话，你就是听从。那假如是基督徒的家庭，他甚至拿圣经来当作惩罚跟威胁，这是非常不好。这样做的时候，连他的信仰他也丢了，他也不要你的神了啊。然后呢，在家庭呢，容易被批评，他们头发哦，喜欢改样子，那上课之前他们会用多一点时间吹头发，这个是十岁的时候不会有的，九岁的时候不会有的，但是到了十一二岁呢，哇，你看他早晨上学之前花很多时间在弄他外表的化妆啊，啊，在美国更严重啊，女孩子都擦这个指甲啊，指甲都擦了各种颜色，你看起来真是不习惯哦。那然后画眉毛哦，然后化妆哦，哇，这个就是他的里面需要啊被尊重，但是父母会批评他说你这个像什么样子哦。沟通线在家庭很少畅通的，是常常是切断的。你假如看他回家，或是你带他上学接他，在车子里面没话可说了，因为他不自动告诉你，你说今天学校怎么样，老师怎么样，他说没什么啦， nothing， 没什么，他也不想讲。但是电话呢，就讲了一个钟头，跟朋友讲不完，两个钟头也讲不完，这是这时期的特色。他在家里他常常觉得父母没有尊重他，只有用命令来瞎管他，他觉得他思想在不同的一个世界里头，他的世界是朋友，是他想要自己变为一个成人的一个世界，但是父母是管辖、严格批评，或是另外一个极端，父母本来就全不管，随他，
所以也没有分享的习惯，也没有彼此想要了解的努力。这样的时候，到他成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再跟父母有什么沟通啦，讲话不通了。还有一点，家庭的气氛不健康，因为有紧张、有批评、有冲突，家庭气氛就不好。所以我会再三的问这些青少年父母说：“你说你的家庭气氛氧气多还是二氧化碳多呢？气氛如何？每个人快乐吗？或是很不喜乐？”我就问他们这一点。因为二氧化碳太多，就是批评、紧张、拒绝、误会啊、这些惩罚啊，彼此就不讲话了，这是很不好的。那假如是氧气多的时候呢，是自由、轻松、沟通、接纳、了解、爱，这些都是氧气的气氛啊。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先去测量看看家庭的气氛如何。当你要做辅导的时候，你不能针对这个问题。假如他家长来找你，那他说：“我的孩子最近喜欢逃学，那我都不知道他照常去学校，怎么是逃学呢？”那你就知道说，这个青年跟家长是没有沟通线的。他的这个青年可能有很多惧怕，对学校的功课父母都不知道，所以这些事情不要单单指向一个问题，要去寻找问题背后的原因，这是青少年辅导很要紧的一件事情。不是只有面对解决问题，好，还是说这个青少年进入这个时期他需要花钱，那他会偷钱，会说谎话，那你不是说 OK， 你偷钱我就惩罚你，你再偷钱我就不让你用什么东西，不能只有这样。为什么他会偷钱？有好几个原因，跟父母当中没有沟通，而且呢，他可能需要钱，但是从来不被接纳，他就用偷的啊、所以这个都要去了解背后的问题。冲突以后，家庭有没有痛苦？有，彼此都有很大的痛苦。我们要了解，冲突以后彼此有痛苦，压在心里头，然后不断的在里面讲话说：“我恨你，我恨你。”他们喜欢说 ：“I hate you, I hate this family。”我不要这个家，这个家太痛苦了。然后父母又在暗中流泪说：“怎么我的孩子变成这个样子？哎呀，不孝了，不听话了，反抗了啊！亏得我用了心带他们来到美国，带他们送他们去留学，他怎么对我这个样呢？”彼此之间有很大的痛苦，建立沟通线是非常重要的。青少年辅导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辅导啊。第三，我们还谈到他在学校的冲突，原来有本身的冲击，有家庭的冲突，有学校的冲突，三大层面在他里面，你看他怎么承担呢？很大的冲突，学校是学业上的压力，聪明的他读书读得容易，但是呢，智能比较频繁的呢，换上不同语言的学校，不同文化的国家，哇，那辛苦了，辛苦了，学校的压力，所以要从头建立自动学习的精神，而不要常常有父母压才会来读书的，就有困难啊、学业上的压力跟要求。还有老师跟学生当中有没有冲突，有没有不和谐？有的老师很偏见哦，他就喜欢这个学生，不喜欢那个学生，或是对这个成绩比较不好的，他就轻看、这些都存在于学校的压力里面。同学有压力吗？有压力，
美国的孩子最会欺负那种温顺的孩子，很乖的，看起来很温和的，哇，他们就欺负他，故意捉弄他，放这个小虫在他的书桌里面啊，书包里面啊，很多的同学来的压力。我记得我的儿子到美国是10岁，他正是要进入青少年的时期。 哇，他有很困难适应的地方，因为住的地方是偏移的区域，所以是在黑人区的学校，学生多半是移民的家庭或是黑人，对一个新来的学生移民，里面有没有压抑啊？有，有没有痛苦？有，他们是坐公共汽车上这个学校的，在公车里面。 压力很大，彼此不让位，然后丢东西。有一天，有一个学生，当我的孩子下车以后，他就追啊追打，打他到我们的门口，把他的衣服都撕破了。你说这有没有受伤？相当受伤。所以到现在，神的恩典还是灵敏，我的儿子是在美国。 长大读书，后来在很大的公司也任很重要的职位，但是他到现在不会喜欢美国。我们都笑他说：“哎，你是在美国公司上班，怎么不喜欢美国啊？”他说：“哎呀，我们亚洲人是亚洲人啊，永远不会被接受啦。我等孩子长大，我还是要回台湾故乡去啦。”我们都很惊奇耶，他从来都是。 在美国公司做事的，而且很被器重的。我想他幼小的时候所受的欺负，在他脑子里头总觉得我们是闯入这个别人的世界，永远是不平等的，这是他的心理。所以小心去了解你的孩子在学校有什么欺压。所以你假如说一个家长。 他带一个青少年来接受辅导，所以他最近啊很反抗啊，他都不愿意读书啦，他逃学啦，他讲脏话啦等等，你不能只有面对这个事情，你要站在同理心去了解说，我明白，你要不要告诉我一些你学校的生活，你有哪些好朋友吗？那有觉得有些朋友不喜欢你吗？那老师对你怎么样？ 问一些他是否有一些心理的压抑跟重担，这是非常要紧的。青少年最需要被了解、被接纳，他们对于批评最敏感，甚至他们不愿意他们的朋友被批评。所以你假如说，哎呀，那一天我看你跟那个朋友在一起。 那个朋友的父母是多么的么样，是离婚的，是不好的，你不要跟他在一起。哇，他受不了，他会反过来拒绝你。你是不是用这个排拒别人来警告他的？你是建立他强壮，懂得怎么选择。社区给他的压力有吗？假如你住在很高级的地区，学校是好。 但是整个社区都是有钱人的话，他们的穿着跟我们这新移民可能有些不同。哇，他们都要穿名牌啦，而且房子都要住大的房子啦，这是好看的房子啦，社区有压力。所以我常常劝新移民的家庭，不要去一来就住在最好的学区，学校的压力很大的，要慢慢来。 使他感觉有自信，在一个平常的、平凡的学校，将来他会好一点，适应起来。竞争力很强，特别是美国。我总觉得亚洲这种情况比较少，但美国是一个竞争力很强的，每个人都要比别人好。那你爬不上的时候。 你里面有一个劣等感，就是说我不如别人，这种劣等感很强的啊。
这些是你会看到的情况。另外一点，他在信仰上会不会有变化呢？会的。啊，过去你带他读圣经吗？啊，带他到教会吗？假如是被动的，假如他没有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到了他青少年的时候很危险，他会发出很多的疑问，是真的吗？真的有神吗？真的神爱我吗？真的神知道一切吗？这些都会成为他的 question， 他的问号。所以没有沟通线，他有问题不找你谈，那就糟糕了，就变成他积压，或是接受外面不实际的教导，感染思想的变化等等，就比较困难。所以我会再三的强调，青少年跟以前你教养他的时期的方法是不同的。所以无论是家庭，无论是教会，都要提前去了解这些问题，使这些青少年能够得帮助过难关，这是我的建议。那我已经讲了这些难关，这些难关要有人陪伴他们。我了解你，虽然你的表现我很难接受，但是我了解你，我要试试如何帮助你过这个难关。在这个难关过了以后，假如建立起一个健全的自我，他有自我的接纳，他喜欢自己，他了解自己，他相信自己，这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真希望教会能够多花一点精神在青少年的辅导上面。那在教会我们不是有团契辅导吗？初中高中辅导吗？大学生的辅导吗？我不知道这些辅导有没有真正进入他们生活里面，进入他们生命里面，了解他们的挣扎，了解他们的困难，青少年所受的冲击，有本身的冲击，有家庭的冲击，有学校方面的冲击。你把这三大类写下来，然后呢，家长们跟孩子们当中要有一种沟通，不要到问题发生才两方紧张，然后常常以冲突的方式，到后来我看大部分的家长都是放弃，没办法了，随他了，晚上很晚回来怎么讲也不听，随他，管他要几点回来，这就是非常可惜的，就是放弃了在儿女们身上的辅导跟带领。求主帮助我们，青少年时期是一个过很大的一座山，青少年时期也是过一个浪很大的河流，他们需要帮助，有人带着他们一起了解这个时期的困难。接下来我们要来讲父母应该如何预备自己帮助青少年。第一，了解他们思想的世界，了解他们的感受，了解他们冲突的经验，里面很多冲突。我要长大了，我要长大了，我要做一个大人，哇！但是父母还是压压压，还是关关关，还是骂骂骂，哇！这个冲击是蛮大的。因为他没有一个孩子要故意让父母难过，甚至流泪，他们心中也很苦的。但是因为父母没有了解他们，所以什么事情就变成冲突的方式来沟通。父母要了解，他们思想的世界是不同的，他不再是可爱的9岁孩子了，他是一个亭亭要长大的一个12岁青少年。
第二，平常要建立好的关系，维持沟通线。我很鼓励家长常常跟孩子们分享你自己，分享感受，分享你自己，这样孩子就得到很大的帮助，就是变成好像站在同一边，而不是变成相对立。站的位置是站在同一边，那我帮助你，你帮助我，了解我，了解你。平时要建立好的关系。第三，过去喜欢用命令，现在要改做尊重、聆听，所以会有很多的问，说啊 ，Peter， 你想啊，假如我们改变一个方式来啊做功课，你觉得怎么样？哎 ，Sam， 你在学校的啊事情，假如回来能够跟我们大家分享，在吃饭的时候很喜欢听你讲一些学校的故事，这样好不好？啊 ，John， 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请你计划我们要如何这个家庭的人来啊灵性上有进步，有规律的来读圣经。Francis， 我们要去啊暑假要去度假，好不好？请你做一些研究，看我们从这里要到这个 Oregon 去。坐飞机好呢，开车好呢？假如开车需要多少时间，沿途有哪些站可以停呢？那 Oregon 到底有什么可以去看的呢？就这样呢，让他觉得你尊重他是大人了，是在成长的，这很要紧耶。参与是表示你看重他，被看重的青少年他会成长的容易一点。还有你要帮助他解决问题，不要误解他。比如说学校功课拿 B 或是 C 回来，你很气，所以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说，我知道嘛，就是你平常不喜欢做功课才会有这样。你反过来要了解他，就说你在这个课程是否老师的教法你比较难了解，你在做功课的时候有什么困难，你想我们可以提供什么帮助吗？吃饱饭的时候爸爸花一点时间跟你在一起做这个比较困难的课程如何？这一种可以沟通的线，提供帮助而不是只有批评跟惩罚。父母要先预备自己，做青少年的父母不要太紧张，太紧张哦，你就会变成很严格，就想压抑对方。还有不要积恨，不要算旧账啊！你算旧账呢是破坏关系，你上一次说几点要回来没有照这样做，所以呢我知道呢你不会这样做了，所以下次一个月不能让你出去了。这是十岁以前比较行得通的方法，到了十一二岁的时候就不是以这种方法，会使他感觉你把恨气都积压下来。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他们这种时候行动慢一点，那做事情比较会拖拖拉拉，你要给他们时间。我们笑笑说这个时期啊骨骼哦在长大，所以呢连结不好，所以好像要起来都要这个骨骼重新调整才站得起来哈，就比较有一种迟钝的感觉，所以给他们时间，提供帮助啊，不要替他们摇桨，需要时帮助他们。也许你是摇桨习惯的父母，什么事情你都替他做啊，他只要坐在船里面你就摇摇摇，你忙得半死啊，早上也要替他做啊，什么事情都要替他做。
他就没有训练自己成为大人的机会咯。你待他如大人，他就成长如大人；你待他如小孩，他就非常的不长大、不长进、不耐烦。我知道中国人比较喜欢什么都替儿女做，青少年的儿女其实都可以自己做早餐的。 他也可以帮助洗车，也可以帮助这个除草的。我家隔壁有一个 USC 的教授住在那里，那他是一个从那个南美洲来的样子，皮肤不是很白，有一点黑。啊，他的太太是白人，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到青少年时期，但是我可以看到这个家。 不会有青少年问题，因为这个爸爸平常跟孩子就像朋友，妈妈也是。那每一次到这个倒垃圾的时间，都是这个儿子差不多11岁、12岁在拖这个大的这个垃圾箱，周末除草也都是孩子们在做，我就马上可以看出来这个家庭是健康的。他让他们参与。 平时就参与，尊重他们，还有很多的时间跟他们玩在一起，他们常常周末出去，然后打球一起。感谢主，这是容易过青少年时期的家庭，不要替他们摇桨，让他们坐船上享受，将来他遇不了任何的风暴。 不要以权威压抑，但不失去父母的尊严。父母有他的尊严，那尊严是怎么建立的？有条理被尊敬，就能建立尊严。父母错的时候，该认错也该认错，这是尊严。父母的行为，父母的对待人，父母的诚实。 都是在建立他的品格，做青少年的模范。还有一点不要忘记，要看重祷告的能力，用时间一起祷告。祷告是一个连结，祷告是一个领受上头来的一个力量。所以，训练父母为儿女祷告，儿女为父母祷告。 所以有困难吗？有问题吗？有操心吗？要告诉儿女们一起牵手，大家围一个圈圈祷告。我知道有的父母在儿女面前还是蛮装假的，他有困难也不愿意说，有什么领受也从来没有分享，这是比较危险的。听说有人工作没有了，他照常拿着工包。 然后到公园去，或是图书馆，他不愿意让孩子知道他没有工作了。像这样是很不正常的心态跟家庭，可以让孩子们参与我们的重担、我们的担忧、我们的困难，然后一起把这个困难带到神面前，一起经历神。所以，假如这个部分没有。 我们有很多的学理，但是不能领受那上头来的帮助哈。在这里，我有一个要给父母的忠言劝言哈。第一，不可偏爱，孩子两三个或两个，往往有爸爸喜欢一个，妈妈喜欢一个，就一个家就分两个国家，这种偏爱呢是非常不好。 你知道吗？青少年时期很看重公平跟公义跟公正，因为他学习在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力。你假如没有让他这种能力培育出来，他将来到社会会有问题，对错他分不清，因为这个家没有这个黑白分明，常常是灰色地带。 这样也好，那样也好，错也没关系，对也没有夸奖啊、哦，一定不可偏。第二，言行要一致，不要。
前礼拜说可以的事，这个礼拜忽然变成不可以，哇，然后就冲突起来了，这是不可以，言行不一致。还有，有的家长对别人很有一些偏见跟批评，那你在孩子面前表现，这种情况是会很不好的。你心里头很不喜欢一个人，但是当你见到一个人的时候，你又哇非常的恭维，非常的夸奖，那你的孩子说，你看他刚刚在家里讲的跟现在讲的都不同。我讲个笑话给你听。有一个爸爸邀请他的上司来吃饭，他就说，太太啊，明天我会带我的上司回来吃饭，然后呢你要好好准备一个晚餐。那么这个太太就说，哎呀，为什么这样，就带他去餐馆吃就好了，为什么要带到家，我还忙得很，还要准备，真是多此一举，以后不要这样做了，你已经答应了，没有办法，就带来吧，就这样。等到那一天客人来了啊，太太准备了要吃饭了，那这个爸爸喜欢请他的孩子祷告，所以呢他那一天就请他的儿子祷告。你知道他儿子祷告什么吗？他说，感谢天父，今天有好菜可以吃啊，很可惜今天是妈妈很辛苦，所以呢下次希望不要这个多此一举。哇，漏气了，就是妈妈讲的话就讲出来了。他说这个是多此一举呢，说何必这样多此一举呢，这叫做里外不一致啊，讲话心里想的要使他口服心服，训练他有顺服的心。顺服的心是慢慢培育起来的啊，不是说你要他顺服就可以顺服。上面许多条件，欢乐的家庭，美好的关系，能够让他敬仰的父母，这些都成为他顺服的原因。不要无理的要求，然后硬着要他顺服，以顺服来压他。父母要教导是非，教导是非是以生命来教导，以生活来教导。例如每一个孩子要带他们进入信仰，个人与神的关系，这一点是要父母本身要对神有这种委身，要有这种委身，自己有没有读经，自己有没有祷告，自己有没有奉献，有没有尊重神，这都是很要紧的。你自己没有跟神的关系，你只要把孩子带到教会，把全部灵性的责任交给这个辅导，这是行不通的。信仰是一种经历，是一种生活，信仰是在生活当中起来的。所以当人有带青少年来接受你辅导的时候，你有这么多方面，灵性方面也要探索，知道这个家到底有没有看重灵性。所以你会简单问一句说，可以跟我分享你们在家庭的信仰生活是怎么过的吗？你可以简单问一句话。那他假如有，他会说有，我们每一个晚上有一个家庭礼拜，然后你再探索家庭礼拜是怎么做的，有没有孩子们的参与，还是只有父亲在那里道道的念，要探索，知道他们对神有没有个人的关系。一个很要紧的是夫妻的相爱，夫妻的互相尊重会影响你的青少年。假如爸爸对母亲是这么没有礼貌，这么没有尊重，他的青少年儿女会有困难。他们在看，他们在学，所以信仰是一种经历。我知道，假如从小孩小的时候，常常为他们一起祷告，常常把
感恩的心培育起来，一点点感恩，就说很感谢主，今天上帝让我们经历什么，很感谢主啊，我今天看到什么消息，就感觉我们真是蒙恩典啦，很多兴奋，很多感恩。对孩子们做了，为家庭做了一点点事，你都会谢谢你妈妈，有你这个孩子真感恩哦，啊，这种气氛是自然而起来的。神是可经历的，经历是可分享的。我记得这一种教导孩子连上神的方式，一定不是用口的，是用生命，是一种分享，是一种连结。孩子能够这样经历到祷告的能力，经历到奉献的能力。孩子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跟他们一起学习，信仰能成为他们的。所以呢，不是讲很多，但是感谢主，这种模式是非常可建立他们独立的信仰，带他们一起走生命，一起经历神，一起祷告，学习赞美感恩，学习付出为神教会的服事，学习奉献十分之一。所以在孩子生日的时候都写一张支票，然后带他们，给他们自己拿去奉献，然后呢生日的时候特别跪下为他们按手祷告，求神的祝福。但愿我们能够做一个好的青少年辅导，无论是父母，无论是老师、团契辅导，是牧师，这些都需要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人生两个困难危机阶段，青少年时期，教会有不少的青少年，家庭有不少的青少年儿女。主啊，帮助我们了解他们在这一阶段成长的困难，能成为了解帮助他们度过难关的家长跟老师。祷告奉子的名，阿门。